真正转过来咯，遐你就是真合佛咯，你毋是假合佛。确实，你是佛心、佛愿、佛的德、佛的行。所以念念当中，遐想着佛、天人师。嗯，今仔日总票队。标题这所在，合为人师，行为世欢啦、啊。咱就学这个啊，这就是佛菩萨，起心动念，言故做作，是不是会当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呢？是不是一个真正好榜样呢？这来对历史拢非常的深嘛，咱家己爱怎样，家己爱肯努力肯做，怎样家己应该按怎做法？好，这章呢，咱就讲到这，搁看下面这章。下面第六章有一愿，第十二愿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成五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君集精，若不决定行定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处正觉。往年我介绍这愿的时阵，捌讲过，这是阿弥陀佛加咱念佛人的保证书啊。这段是保证你成佛。你看这法门偌殊胜啊，偌不可思议啊！定行正觉愿，也咱成不了正觉，实在讲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，而且所在甲咱讲啊，远离分别，诸君集精啊。这是对阿弥陀佛本愿威行加持啊，所以成就就容易了。咱现在也无往生，但是咱今仔日读这经，法愿依照这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。请问咱是毋是有得佛的加持呢？得着咯。佛真正加持咱啦，大势至菩萨。在圆通中里面教咱念佛的方法，多念六根，精念相继啊。诸根集精就是多念六根，远离分别就是精念相继啊。佛菩萨将这个妙法传给咱啊。
但是咱无接受，无承担啊。上军的人，有缘的人，听了以后，马上就接受，马上就承担。唔免讲，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结果远离分别，现在就离了。诸君集精，不但分别离了，梦想也离了，执着也离了。梦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伊伫这当中用分别。分别一个离，拢总拢离咯。这真有道理啊！咱如果一旦下离一切分别心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怀疑，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啦。你为什么会跟人袂当相处呢？因为有分别啦，对分别起执着。因为这条就未当相容了，就发生斗争，斗争就做罪业，罪业所感到的是三途苦报啊！这不是诸多自修呢？如果以清净心对待，无分别，所以无梦想啊，也无执着。想做到佛法还没到中国来进前，中国有一个人做到了，做到很完满，孙龙做到了，所以二十四孝孙拜的第一位，他是完满的大孝，伊知影好，伊行好，伊真好。这是咱修行人的最好朋友。诸佛如来，因的为人，甲大顺同款啦。咱伫历史记载内面拢知影，孙的爸母，孙的这个兄弟是极端的不贤，甚至有时时刻刻想要该害死啊！可是伫孙的目睭当中，伊的爸母、伊兄弟。就是诸佛如来啊，顺善无恶啊，这观念安怎产生呢？无分别心内面产生啊，伊无分别，顺孝之心嘛，顺孝就是尊之善心嘛。准是爱心嘛，准是服务的心嘛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人讲的，了尽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啊，就是这意思。一切众生有个性无？无啊，假是无个性。你若认为讲有个性，
咱家己看错了，看糟蛋了。所以你要真正有智慧观察，因有个性。伊的遐个行为，毋是随顺发生，就是随顺烦恼。发生个烦恼是一，毋是二啊。来，经常大家相念啊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。一念觉，烦恼就是菩提；一念迷，菩提就做变做烦恼啊。伊是觉是迷，是视线互咱看的啊。是帮助我成就我来的啊。伊有什么故事？咱明白这道理，伫这道上去行，这是真正的菩萨道啊。这是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，现在东主做教呀，所以现在东主一生成佛啦，唔免等到第二生啊。那好法现在东主，学习现在东主，那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。往生成佛，不往生也成佛了。我甲大家讲个，大句拢是真话。所以伫现前，咱要做的是远离分别，诸君集精。好伫即个教导，咱就得真做。咱今仔日所以袂当成就，就是经是念咯，是听咯，还是经常讲个，甲我不相干呐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咱所读的、所听的，跟我绝对有关系。我听捌了，明白了，我绝对去照做。注意要知影，分别是决定错误。不分别是绝对正确，如何菩萨不分别？大圣大贤不分别，因对于一切大众啊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行顺什么？顺众生的分别离分别。自己没分别，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自己没执着啊。所以这会当圆满菩萨道啊。咱今天麻烦在哪位呢？麻烦就是自己真有分别，真有执着，这麻烦咯。无将家己的分别执着放下，下去掉。佛教咱放下是放下这件代志，放下家己的梦想分别执着，唔是放下别人个啊。别人个，别人爱随顺。随顺别人的梦想分别执着，放下家己的梦想分别执着，在随顺内面就成就功德了，随喜内面就有功德，成就家己的定慧啊。为什么要随顺？无随顺，咱家己修行的环境袂当提升。
所以孙尊敬不去贪爱，为什么未去贪爱？甲基本梦想分别执着，所以未去贪爱。你的境界向上提升咯。所以孙也言恶敬，不生嗔恚。为什么不生嗔恚？甲基本分别执着，各种甲己境界提升咯。您甲看，现在参访53位先知识，每参访这一个人，境界就提升一层啊。这粉皮球是初珠，海粉皮球是二珠，苗珠皮球是三珠，因为参访一个，家己就提升一个阶级啊。53参圆满，伊成佛了。这叫精进啊。咱今仔日修行，袂当讲逐天提升家己境界。这原因伫倒位呢？大工提升做会到，大个月提升应该有啊。实在讲呢，咱这人大个月提升是应该可以做会到的。会当大个月提升家己的境界，你会想较有乐趣。真正是上天欢喜心啊，所以欢喜充满啊。啊，会当做到，啊，会当落实，分别执着无暇是袂用的，这东西也是大障碍。咱家己啊，肯定家己是凡夫，无始劫以来烦恼是起无断啊，这是实话啊。在这个境界内面，我想家己功夫得力，只有这个方法，依靠奉行，好艰难放下，放不下，放不下也都放下。这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叫真修啊。如果也是有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你就没办法了，你的功夫绝对没进步啊。不但没进步，你还退步啊。所以如果想说功夫进步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将你的心吼下掉啊，将你的贪爱下掉。你喜欢什么物件，就爱将迄喜欢的物件下掉。下过的人爱互相，互相嘛来下掉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互相生贪心吗？有很多人共有互相共有沟通，那是无物，他在那生贪心嘛，他论那个价值很高，甚至有人来到他的道场里面来拜访的时候，他的互相藏起来没要让看，只有好朋友才看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哦，这是偌侪年代，几千年、几百年，遐宝贝时阵摕来互我看，我看了以后也点头，伊有成就无？未有成就，伊将来死了要去倒位呢？死了去互相内面去啊，
和尚内面是空的啊，鸟鼠伫内面作秀啊，也就变一个啊。和尚是插头的，插头内面有柱糖啊，也就变柱糖了。为什么贪爱啊？放不下嘛。真爱佛经，佛经内面拢会生柱糖。将来死了以后变狗侠，变家雀，变这物件，逐天为滴的是伊爱的物件，真可怕。所以爱欲若无断来讲呢，也来麻烦啦，好害无穷啊！你爱讲我啊？虽然讲佛像，讲真普通的佛像。一线都唔得，互相最好，讲伫遐拢无人要挃个啊！你看偌欢喜，偌自在啊！哪有这样提心吊胆？所以凡是一切贵重的物件，咱供养完，我现在拢送去个，将来咱家有一个的顶列线，拢囥在内面去了。我家己无爱啊，看都无爱看。真热血，予一寡别人去参观。无一项物件是家己喜欢，那就好了。逐项拢放得下，你的心才清净安乐啊！才充满智慧，慧能讲的啊，上升智慧。清净安乐就相信智慧，你心不清净不安乐，你相信烦恼啊，你怎可能相信智慧呢？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关键的所在，远离分别，诸根集中，现在就要学，绝对不是讲现在讲，西方叫世界好啊，去遐才远离分别。如果集中好啦，这样叫世界袂当去咯，袂当往生啦，也嘛是往年啦。现在专心专力的做，做一分有一分受用，做两分有两分受用。这受用是啥物呢？是因到西方叫做世界。品味无同啊！你做甲愈多，你往生品味愈悬啊！你完全无做，何尽慈悲？想接你往生，西方叫做世界无你的座位啊，连下下品的位都拢无咯，你也是枉然啊！总得爱做一分啊，做一分下品下生才有一个座位啊！袂使讲一点仔都唔做，人动初心，心动初理啊，初界他方大概拢差不多啦。所以咱来通达这人情世故啊，袂当一点仔都唔做啊，应当爱发奋，认真努力去做，争取好的品位啊。远离分别，过去李老居士讲啊，这就是佛家所讲的戒定定，诸根集中，这里面是定境界。这讲话意思也真好，三项是圆融的，所以有处的。处地内面有圆融啊，圆融不碍处地，处地不碍圆融，这是华严的教义。处地圆融同时落手，圆盖、圆修、圆净，这是
完整军生的学人。那学花言，学无量寿经，实在讲，这是培养完整军生最好的教学。希望诸位同修加听、加读，有疑爱问，有疑惑的所在一定爱问。为什么断疑才会生信呢？断疑才会圆解。古典啊！呀，上讲啊，诸法是相，咱该换一句话讲，无丢人生的真相。真相是甚么款呢？金刚经里佛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的啊，诸法实相啊。佛讲，如露亦如电，也是讲这个诸法实相，梦幻泡影。在思想里面是讲我想人想众生想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是讲修家想，修家想如露如电，这首句就是解释思想。思想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相，你真正通达明了咯，你哪会分别？你哪会执着？为什么呢？这一切相是虚妄的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才真正人性。实相啊，真正明了啊，所以顺境逆境、恶言善言，拢是梦幻泡影啊。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跟外人，你在这境界里面永远诸君集精啊？就是这个境界上啊，永远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我讲这四句，不起心、不动念是诸君集精，不分别、不执着是远离分别。那来真正去做啊，真正去做，这内底啊修养不强啊。这款学习，这款的努力精进，下面讲，若不决定成正正觉、正大涅槃者，或就不出正觉。这原文，来仔细看清楚。那到时阵念佛念了一世人，未当往生，到最后怪什么？阿弥陀佛讲话无算数。你未用将阿弥陀佛错怪了，
阿弥陀佛这地话讲啊真清楚，咱袂当看错，袂用错看了，袂用误会。先我国者远离分别，诸君集精。这就是往生的条件，远离集精，确实有程度无同款，而是个人功夫不相等啊。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有差别，但是只要往生决定先定正觉，决定。正得圆满的佛果，阿弥陀佛给咱提出这个保证啊！咱爱认识清楚，爱认真努力，求生西方净土啊！宣德大师讲这四十八愿，伊讲定行正觉愿、光明无量愿、寿命无量愿、诸佛清净愿、十念必成愿，这五愿。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愿，也下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清净，就是连起来，就是下面的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十念必生是第十八愿。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嘛，这是五愿当中的第一愿，由此知影，不但是阿弥陀佛，一切诸佛如来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一切众生早成佛道。佛的愿心如是，佛的言行就实践这个愿望，佛为众生说法，佛为众生示范，劝导一切众生，早一天回头，早一天觉悟，早一天做佛。咱是不是有去体会到呢？咱看到现在众生，唔通看一般大众。咱我倒转来看卖，咱下过的同修，下过同修看出家同修，出家同修再来看家己本人。咱队伍明文利用。我有六顶，有放下不？有还是严重的贪婪啊？每天在想什么？想什么东西？分别这东西，这就掉这东西，哪有可能有成就？
三日，咱培训班南疆的同修，搬去迄个都市书堂的二楼，因的门口，先林长佫开会咯，庆祝恁摇钱之喜啊！你拢是未来的天灵书啊，所以这花神来强用啊。每一个花拢有这花神，你有看到无？有人看到，甲我讲，花内底有仙子啊。因供养你，你看到了后，你来发心，唔那辜负伊的期望。人人拢发心，当然恁内面决定会有一两个，那无来讲，伊要供养啥人？绝对有一两人，佮希望恁每一个人将来拢是做事做主。这花神就欢喜了，这花每一摆开拢有意义，拢毋是无缘无故开的啊！昨暗我看开个真大，主要愿。希望净化救助公利众生啊！这净化如何会当救助呢？在有真正依教修行的人，净化才会当救助啊！依教修行，这句话无简单啦、啊。好在经上安怎教咱？虽然或是当年教戒呀，是三千年前迄个环境。三千年后的今仔日，咱的生活环境完全无同款咯。社会上一切大众观念思想也完全无同款咯。可是，或者遐个原理原则，咱来了解啊。为了精神，咱来明了，原理原则袂用咧变，生活方式会使变，精神袂用变。何对有一切无即生活，无贪心，咱想看嘛，咱有无？我对有一切物，我想讲一切人事物，绝对无占有的念头，那有无？这拢是总原则啊，总的原理原则。佛是一个纯粹利益众生的心，我那有无？因拢做会到，咱是不是做会到？处处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什么呢？帮助别人觉悟，
帮助别人回头，咱爱做一模样，互人看，互人看到这个模样，哦，才会当回头啊。如果咱这个模样甲社会大众未去颠倒的人是同款，你那么回头，要哪回也都伫六道内面啊。也无办法摆脱三恶道啊！我的生活简单，咱记住这个关键，给一般人最简单的生活，这就对了。我等你在世，三一一半，这是最简单的生活。咱今仔日，伫这时代学佛，咱伫生活环境当中，三一一半绝对无够用，还佫加一点啊。给到咱下当挖落去就好了，那结婚，结婚错了，结婚爱下，爱布施啊，爱穷用，爱了解这道理，绝对唔通。精忠贪心，真正将贪嗔痴慢放下，就是教导世间人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做给别人看，希望别人看了后有所领悟，伊来放下。咱家己各项表现拢放不下，免人叫别人放下呢？虽然经常讲叫人放下，人听了不服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，为什么人会相信？佛做教咯，讲教做教，所以别人听了也服啊。咱今仔日甲人讲的时阵啊，人不服啊，无做教啊。较早迄时代，因手脚一俗，咱竟然做袂到。四月化缘，去一个道场，去甲富咧当红，啥人大，家己大。信徒看了以后不服啊！信徒讲：我一生辛辛苦苦工作，住一间细间厝啊！恁不劳而获，住遐尼好厝，我听信徒伫我面前讲过啊，不服啊！可是啥物不服，伊还肯出钱，怪事啦！那常常听到真多真多反对的音声，是好事啊！会提升咱家己的境界，提供咱做修学的参考，咱来避免啊。所以，江弥龙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。甲咱出家人做了一个建议，希望出家人隆重恢复突破的制度，好快就会兴旺。
突破毋免惊突破的物件，突破呢，佛菩萨会示现来供养你啊。这希文老爷像泥婆，我能看到。希文老爷像迄个时阵，雕山啊，三步一拜，行到深山无人烟的所在，怕边咯，腰咯，水都找无啊。这个时阵困难时阵，菩萨示现啦，文殊菩萨示现一个乞丐，你努力去拄着伊啊，看天无水通啉，伊家己造水供养伊啊，家己伫外面去乞个饭也供养伊啊，分回家，自然有佛菩萨照顾啊。所以水只要通止水打就好了，问一下会冲击就好，唔免讲究啊，讲究就去贪心咯。一定爱食什么款口味，爱食什么款花样，啊，你够分别，够执着，又够打梦想啊！你看梦想分别执着，马上就现前咯。你梦想分别执着是佛菩萨啦，去梦想分别执着马上就对路了。诶，佛菩萨念头一起来，第二念马上对路，所以无路用啊。咱爱伫这个所在提高境界啊，时时提高境界，处处提高境界。念念提高境界，咱这一生才有指望。时时刻刻将迄个看破放下记掉，心即一动念，会想要安怎安怎，咱又阁无看破，阁放不下咯。看袂破，放不下。永远的佛门外，无进门啊，无入门啊，所以念佛也袂当往生。真正要往生，也是爱看破放下，然后是念佛，这人才真正往生。念念为别人。绝对唔通为一念为家己，家己念念爱互别人做只好模样，好教导人。修持，修持就是依教奉行，如教修行。读诵经，大家爱念，你会长在这里面何其佛法经营这个道场，他无替心，他每天念无人受惊，心行相应，这才是阿弥陀佛，诸佛如来护念，两天现行不由啊。伊为啥念？为这道场，为咱同修大众，毋是为家己啊！为家己绝对无遮尔殊胜的感应，为众生啊！我为众生，我死也为众生死，拢是做出最好的修下榜样啊！所以这个心永远清净，诸根寂静啊，永远不起清净。离分别就是平等，清净平等，那就感悟了。这是咱爱
爱会记哩，安尼认真学习，安尼即个人得福德家的保证，咱决定得生，生到真好，决定幸福。咱爱清楚，爱明了，功夫所以不得力，改了无够透天，无认真去做到，时期烦恼，时时现前，也是来做主啊。随顺时机烦恼过日子，就难了。所以，咱来做一个大的转变。克服家己最大的困难，克己做成啊！无随顺家己的烦恼习气，甲伊相反，咱就成功。游玩随顺烦恼习气难呐、啊，一点一点啊克服。比如，咱食饭，有一罐菜。无合家己的口味，动了这念头咯，家己马上就想到错了，我又搁对路了。现在技术你们菜袂歹啊，在我爱菜，我爱食你就卖食，爱食你加食一点啊，会用改进。现在无你去当年去突破的时阵，无机会去敬啊！人回什么就吃什么。今日你咱常常去技术林，逐天去技术林来突破。技术林这菜好啊，会使敬的啊，会使算的啊。你看较早富菩萨出去突破，阿罗汉出去突破，无挑选的啊。佛菩萨对咱真慈悲咯，手都放宽咯，会使予咱挑选，但是袂用你直接菜内面拣来拣去，那就错咯，那就太过分咯。修行在倒位修啊，生活当中修啊。离开生活，你要去倒位修啊？咱穿的、食的、用的，只要会得过就好了，唔免结婚的去选择。爱知影这道理，爱知影修福。爱怎样？就系在去动手，对咱的世事供养来之不易啊！唔通你讲我所得到这个财富太容易咯？你也怎样？一得来不容易啊！咱爱为小福啊，爱为珍惜啊，绝对唔通浪费啊，绝对唔通错用啊。你若浪费了、错用了，有罪过啊，罪过真重啊。大家念地藏经，也是囫囵吞枣啊，马马虎虎念过去了。真正是细心去读诵，所以文殊观，你就知影因果太可怕了。
绝对唔加，无修复。你看英国大师一生，这谦修复是咱现代人最好的榜样。咱伫个传记内面看到，文抄内面看到，真侪真侪人拢写有即个有关印光大师的文字，咱看到。印光大师一生真诚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一丝毫虚伪都拢无，甲人讲话。大句话拢真话，无普他人。看你咧做了对，赞叹你；看到你做了有个性，会骂你，拢是教训。也有人做了唔对的，伊一句话都唔讲。迄是什么原因呢？然后黑心有学问呢？有修养啊！讲了你肯改，我就讲你；讲了唔肯改，就卖讲啊。为什么呢？讲了你唔肯改，讲了是罪过啊，家己错了。讲了肯改，你唔讲，你错了。所以讲话，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应该讲。一定要知影，肯改过真修行的人，你无帮助，你对不起；唔肯改过，唔肯修行，无恶不作，你若讲伊，皆是皆冤仇啊！将来伊会报复你啊！生生世世甲你无完无了啊！遐你何必找这麻烦？祖师大德因啊，是有真智慧啊，应该讲的讲，无应该讲的笑笑，莫讲你啊。伊无偏心嘛，伊这真正叫做随喜功德，所以随喜要有智慧，无智慧就做袂到啊。有真智慧，有善卡。所以随喜啊，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言恶言，拢是成就功德的。无智慧、无善卡，会随顺往往会惹来真大的祸害啊！所以学佛要紧呢，也是爱有智慧啊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就好。